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又完打了，哇！紧要了，这棒子都打裂了，是照常是形成安打，还是被他给扛了出去。扛到外野去了，今天三支三。马多纳度不错的地方，我们看他攻击的位置大部分都是往他的中外野，那这个球是稍微偏高，挤压到了，但力量释放的不错，所以能够形成。 比较 lucky 的安打，在五局的上半，现在是温出局一点上有跑者，轮到第五棒的林家庆。